祈祷神的节庆喜乐，欢喜洋洋。妈祖庙当中，人们虔诚的祈拜，也能够获得心灵最大的寄托。透过我们拜拜的仪式，善男信女虔诚祈拜，神明保佑，让自己和亲人健康，日事都能够顺遂平安。
我是哆啦 A 梦。必啦。拍谁拍谁。帮忙。你们好，请问。来帮忙我。有些货还在我这那个地方，超精确的。对对对对，我在台湾的印象是，在庐山看到台湾女生，骑摩托车前后变成不同的人，比方说，穿着洋裙，后脚，放着穿外套，还有戴错包。戴样眼睛，戴安全帽，厉害！厉害！台湾人真的是这样？那法国人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呢？那我们欢迎法国朋友。小岛马基尼克，不输我来自一个法国的小岛拉黑勇，很高兴来台湾。你们好，你们来台湾以后去过了什么地方呢？很多地方，我们最喜欢森林里。哦，日月潭。对啊，在那里骑脚踏车很舒服。嗯。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摩托车。要小心，因为他们骑得很快。还有一辆摩托车，它可能有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和一只狗。看起来有点可怕，这样车子会太重了吧？对呀，车子没什么，你没看过越南的汽车啊？那我就请一位越南同学过来给你说说话吧。台湾有什么感觉？我对台湾印象很不错。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红绿灯的小绿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吗？是台湾呢，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厉害。哇，他对台湾这么了解哦。对呀，啊，对了，你的泰国朋友也来了，那你就请他出来介绍介绍吧。好，没问题，那就请泰国朋友出场吧。做错了。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吗？应该是臭豆腐吧。对，臭臭腐。你在台湾不敢随便吃豆腐也是对的。哎呀，他可以下去了。那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印尼同学出来吧。好，欢迎。
从印尼来的。安妮你好。你好姚恩。姚恩，我对来台湾以后对吃的东西还不适应，因为我觉得不够辣。哦，谁说的？你们没看吗？这里有这么多。什么？地瓜是什么？地瓜是一种吃的东西啦。哎呀，好了，别生气嘛。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韩国同学吧。Learn Chinese in Taiwan. Come join us together at the Mazu Cultural Festival. Thanks.
际观啊，这个世界各国所有的朋友们呢，都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盛事。现在理由身边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叫做志玲。你好，爸爸。志玲在马来西亚也有参与过妈祖绕境，或是对我妈祖绕境的一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跟一些印象呢？马来西亚没有参加过，但是来到台湾上一年就是有参加过妈祖绕境，也是他妈祖每年会绕境我们明道大学，然后我有参与其就是这个活动，所以每次我们都是9天8夜的时间。那应该你也看到我们当中包括嫩杰卡啦啊，或者是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啊，最绝佳的风景是在你整个绕境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人准备好食物让大家来吃，对不对？对，哎，尝遍我们各地的这种小吃哈，所以欢迎所有朋友们共同参与是我们2016年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的系列活动，欢迎大家。It's our pleasure to invite all of you aboard, including Japan, Korea, Indonesia, Myanmar, Thailand, China, Mongolia, Malaysia, Turkey,
Denmark, Sweden, Belgium, Nicaragua, 绘画，还有我们的马拉松，还有我们的骑脚踏车的活动，还有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妈祖之光演唱会4月7号的晚上，另外4月8号起价，一直到4月17号，9天8夜的时间，欢迎大家掌握我们整个一个月精彩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脸。妈祖，妈祖，
我们感受到这次我们大甲妈祖绕境当中各个地方都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次的盛事，所以让大家呢一起来参与大甲妈祖的绕境活动。
恭喜站内常务董事，欢迎我们的吴财福，我们的董事，以及我们的吴鹤鹏董事，董，来也欢迎我们的王金生董事，还有我们的，啊，咱文化局啊，咱的啊事务局长，啊，咱这个观光局，咱的啊陈局长，还有咱大甲区吼，咱的刘局长，啊，咱杨永昌吼。啊，咱的议员啊吼，即摆是咱议长吼，啊，主任，甲咱所有的这些好朋友，啊，咱一年一度吼，诶，这个开锣仪式吼，啊，永安就开始啊，就是为今日永安开始，就是咱大家嘛，啊，每一年啊，这个国际啊文化活动呢，就正式开始，吼，会使讲为明仔载啊，直直甲咱大家嘛闹正，啊，甲转来。哦，这将近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今日看到咱啊，这么多来自国外的青年朋友啦，吼，啊，大家伫这呢，啊，来参与咱大家嘛国际文化活动呢，啊，会使讲呢，咱这个啊宗教吼是无止境，会使讲呢，啊，有咱青少年这么多，而且老师啦、学生一起啊来行咱这个，对是咱大家嘛，行出健康、快乐、社团社啦，吼。啊，行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啦吼，尤其咱规路伫咧啊，弄脚卡啊，以为无通来啊，摕这个衫裤来咧弄脚卡咧，啊，要摕转来是大人穿出平安吼、啊，所以这会使讲咧，足好。还有呢。